哎呦，既然在这边，那我不客气喽。转身一装，哇，那边一团尘雾霾。我！哎，抓谁？抓谁？不是你，怎么抓到你啦？哇哇哇！感谢你。我的闪光弹，买了买了。海螺，对啊，刚刚用了太刀，然后是派生是好玩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用不习惯。应该说，现在魔物动作都不知道，所以用太刀的话，反而啊怎么打不下去，背这么硬哦，反而用太刀不是很强，因为根本击不到刃。会想哭。节操，你知道怎么让魔物转向吗？去撞墙那个。
那这很帅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浮明龙很帅，它的花色是不是？想不想练锤子啊？其实超好玩哎、欸！而且我刚刚是直接实战在练那个锤子的眼神，刚那个转圈圈，我刚直接在实战里面练，然后被撞死很多次，快笑死了！叮叮。哦，棒棒！右键哦，你说就是爬上去之后按右键是不是？那右键完之后嘞，要怎么让它撞墙？右键是应该是让它换方向嘛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试试看哦。等我一下，他的头。我还是觉得很可爱啊，它就是蝙蝠跟老鼠的样子啊。我来试试看 ，Ctrl 哦，好。哦，真的哎，感谢节操，你已经玩过了是不是？我不小心按到左键呢。你看，哎，不是你啦！哦，对啊，是你啦。哦，这是七层的。跳打可以接飞爪。哦，你说跳锤的时候吗？我要练一下哎。哎呦喂！哎，怎么用？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哎。确定吗？你是说？我这样子跳起来可以接飞爪吗？我快死了！
是有看到有按叫我按西跟中键啊，可是跳打可接飞爪，可是接不出来。你看哦，蓄力嘛，强化射击，没有哎，按不出那个画面。我晚点再练啊，我觉得很帅耶，只是我还知道，就只有蓄力这些能接飞爪而已耶。拧不过去啊！找不到妙，吃哦。好啦，不闹了。哇！我才想说不闹了，不要！不会，是会啦，只是弄不够。
行欸，我放不出去欸。我们的飞爪是 C， L2 一样啊，我记得 L2 也是准星嘛，就是要打开准星啊，只是我们手不够啊，因为要按着我要。按错按西按空白键，手会不够按啊。欸，什么？对啊。不是啊，我以为你累了啊，结果你没有要睡觉，把我骗来这里。是要按着吸吗？可是按着吸不可能。笑，他就只能按右键，按右键就是再举一次啊，然后抢按 C 没有东西啊，非常壮，奇妙，米奇妙妙屋。对啊，这把是棉锤啊，可是我是用，无鼠无极猪的棉锤打无属性的，不喜欢一直换，不喜欢一直换换装备换无 A 不 A。冰牙龙，役に立てたようでよかったわ。それじゃ、セリエナに行きましょう。あれ、哇哦，这怎么打啊？是可以啦。来，我们打打看，等级低一点的。右键。
防卫队的武器吗？有，我没有哎。防卫的武器强吗？防卫队的武器，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先换一下我的太刀。嗯，我只做这个啦。哇，好像很猛耶。啊，我的火炭原本多少？660。欸，那我试试看。傻眼欸。对，随从的等级也会升上啊，那个啊，随从的装备也会那个提升。Yes， 很怕死，每次开场都要先喝这个。去拿捕获的，等下箱子里有吗？没有。Auto。道具视窗，选择道具，不要按 Auto 啊。嗯，总是到这里。好嘞。欸，砍下去好像有点痛欸。对啊，键盘这次改的键盘的键位都通通都变了，让我好不习惯啊。白痴哦。去哪里？不会啦，玩习惯了，只是说，只是说要那个啦，就是要习惯啊。他改了一个几个东西，让我真的很不习惯，就是你的那个装备替换之后的东西，很不习惯。哎，吃饱了没？好了哈。你看爆炸的感觉看起来好，好不一样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上不了热，不会玩太刀了。按错了啦！啊，这把没克制化吸血啦！
哎、欸，这么大只还没挥到。可以改，可是它有些键位是绑在一起了。比如说它的左键，它就说固定是那个东西，你改的话会跟其他键冲到。猫咪在骑乘，对啊，你看哦，哎、欸，上去啊，去骑，骑了。哎、你看哦，我们平时之前不是按着 C 就可以投射物吗？可是我按左键的话，会变成这个，会变成挥刀。然后它很好笑，是你在追魔物的时候，我们要按 Shift 跑步嘛，然后按 C 是瞄准准心，但是要按 Ctrl 才能射出投射物，就很北七吗？你的右键小，你的左手小拇指会不够用啊。啊！可是要克制花吸血呢。那么帅哦！就只能当做一个新游戏在玩了。这骨头可以摸。
哦，他现在领取哦，好麻烦哦，以前只要点左键就好了。对啊，就设定变成用一只手在玩啊，很麻烦哎。糟糕，习惯在四楼，那个 mod 现在不能用。买冰珠，这是建议摇杆，没有啦，看你自个人习惯。他建议摇杆，我也不太会用摇杆啊，就看个人啊。狩猎兽龙种。直升研究所的容量，好，就这个了。进去采蘑菇。我这个采完之后，我暂离一下下，找东西吃，尿尿，休息一下下。得了了。怎么有点久啊？等待队伍出发，完成。哦，还在跑。猪猪，好久没摸你了，猪猪。嗯。哎。哎，有些按键有改哦。按键有改？真假的？嗯，那个 DSD 说好像摇杆动的不多，啊，我们组件的改很惨，是假的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它多了一个飞翔爪的关系，对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你 GTA 跑步是按 Shift 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嘿，那我们按那个准心，就飞翔爪它是要按准心的，就是那个投射物视窗那个小准心出来的时候，嗯，我们是按 C， 可是你要边跑边按 C。要射东西要按 Ctrl， 对啊，这手怎么按？对，所以你的小拇指，除非你是外星人，你有六根，你有两根小拇指，这可能要等他之后再改善吧。像一开始世界也是啊，按键不好按啊。对，那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进去的时候，他有些东西帮我改到滑鼠的侧键。哦，对。你前面就是先跑一下任务吧。OK 的，我先。所以要前有些一点前置之后单人能接啊。也是可以叫人，就只是要看剧情。哦，好。截取。我觉得系统真的是很棒。很好玩，新的模式还不错吗？对，就只是鼠剑这个东西有点想哭。像我要抓那个，我要抓小动物的话，一样就是按 Ctrl 才能抓，不然你按左键的话，是你一刀下去把小动物劈死。哇，对啊，就习惯了。我的腰杆，
啊，怎么读到我腰杆？提升背包容量的吗？氪金吧。氪。BSD说的啊，有没有提升背包容量的？因为我现在在截一个是提升那个直升包包的。嗯哼。哦，直升包包，你是说在树那边那个吗？还是？对啊，直升研究的。 容量可以提升，在你进来通话之前刚好接到，然后几乎都要吃硬化药跟鬼人药进来打了，太强了。嗯，刚刚太轻敌了，被撞得跟白痴一样，真的是很好笑了。 波波，我等下，我要进去被体验一次。波波，走，波波。哦，然后啊，之前哈记不是就是对时装都没兴趣吗？嗯，时装可以用做的。哦，可以直接做。以前的时装，那些要票啊，要什么的东西都可以用做的。哎呦，这样不就都全部都。 不用再烧等时间了。对啊，找读不到我的摇杆。哦，有了。啊哈。哎，好。我要开台了。好。行。那哈记呗，还没出现呢。哈记晚一点，他去看医生，他晚一点到。还有谁？ 酱油，酱油今天来不及。好，对，他要工作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奇面族哦，什么好可爱哦！这就是什么？新的奇面族。对。那你现在进来都要喝一个东西叫热饮。哦，这个单机版的有玩过。 哦，开始哦！完成。哦，开。喂。嗯，好，应该可以。啊，我要进去游戏了。这里，搜寻好友的环星。 加入，感谢哈记的礼物，感谢哈记，进去，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帮助影院吗？怎么帮助？哦，帮助啥？那 DSD 说要去帮助你了，来吧，来吧，虽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 你是用锤子开打吗？对啊，好用吗？没有，就是不熟啊，在那边乱摸。嗯，安安，大家安安。拿第一只魔物在练锤子的延伸啊，有的没的。哦，结束教学，下一步啊，好。立着。 上下班在门口，好哦。Yes，安，大家安。嗯。这样子。好多好多，他送好多东西哦。来看一下，我要用什么装备？双刀重弩。 思考，中，嗯，哇，弓你已经忘记怎么玩，太久没动了，真的。谁？
长枪，好了，这个好了。什么？双刀？明灯？好，先穿这一件。确定？为什么你变这样了？那、我的外观呢？我要换掉。我的外观呢？什么？是他，收获，是他。我原本那套是什么？啊，我采集的嘞。王九原本那套叫什么、啊？这。OK， 人家新的是哦，感觉是在这。他怎么都跑掉了？我死！啊？没有，他的那个个人组合装备又多了一倍，然后突然找不到我采集的装备跑哪去？哦，他你就是说从后面找到他又多了很多格子？对，想说阿外。采集装备那也没去，因为他又多了更多让你选择了。刚刚刚睡醒吗？算是吧。早上忙完之后有躺回去躺一下。啊，我好迷茫、哦，我要用什么武器？你不是喜欢长枪？是啦，长枪是不错。我之前也没有再重新把筒枪给我玩回来。还是就不管了，就用长枪装备来用。眼镜锤、耳塞、双刀、土沙，应该都还好了吧？之后淘汰掉了。引起重能万用长枪，好了，长枪装这一套装备，反应的哇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好，然后我来看一下转身，好。防卫队的武器超强哦，可是不是有人说防卫队武器就是破坏平衡的游戏都不得装备吗？要拓荒用的啊，军旗拓荒，我还没有啦，我应该后面改回来啊。我有点不想用它哎、欸。分辨装备，吸吸吸吸，日吸，要开始。我记得这装备队的在上面吧，在攻防那边可以直接买。对啊。咦、欸，铁匠老板你好，你有惊叹号哎、欸？外观装备可以生产呢、啊，啊哈。嗯，冷小兵。OK。特制化生产，外观。试穿，你看这些都几乎都有了，好丑、哦！谁好丑？我角色原本是女的，瞬间变男的啊！巴耶克套装啊，臭死！眼罩。其实我几乎都有了十字工会哦，这个没有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
怎么这么突然？怎么突然？没有突然啦、啊，没有突然。好，我昨天没跟台。来看一下啊、哦。我来玩桶枪。他不是说可以直接买吗？是用买的吗？嗯。防卫队装备哦，在这。防卫队装备，那武器也有防卫队的吗？有啊。装备有哦，我只知道武器有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有装备、欸。我看购买防具有啊，防卫队阿法啊，啊，有啊，所以我刚被撞到，跟白痴一样是，看一下武器有吗？武器有只有普通的跟骨质的，我武器没看到哎、欸，武器有吗？我刚是拿防卫队太刀，之后的防卫队太刀，对啊，太刀，还是他在箱子里面啊？没有吧？我看没有啊，还是在这边？今天只有繁星吗？等一下他自己也会来，只是他自己还在外面，等一下，还是在生产这边啊？好早开啊！有啦，在生产这边啦，防卫队。防具可以买哦。那我刚刚跟白痴一样干什么？好了，我要直接去用我原本的装备去打看看了。好。在上班不能听。声音没有关系，然后我们要先去门口。你说购买装备在哪里？找女生吗？对啊，就铁匠老板的斜对面。啊，真的哎。知道你会来。空飘龙的讯息。可是防卫队的装备，他那个是固定没动了、啊，应该是吧？对啊，开始序章啊、哦，好，去看看。是的，好，你先过一下，我站你一下下就好。哦，跟变装备哦，然后重新习惯。F 哎，我不能跑，让我跑，我跑起来了。是到了附近了，来了。画面有点卡卡的，可是我看的画面是顺的、欸。你画面会卡吗？对，画面好像有点卡。为什么、啊、画面怎么这么卡、啊？什么画面这么卡、啊？为什么？自己看也是哎、欸。走的时候也是卡卡的啊。可以看到后面长枪的飘动就知道是卡的，可是我这边 OBS 看出来是正常的、欸、OBS 看是正常的，然后我这边游戏看起来也是正常的，但是我看等一下。我调一下画质看看，我把画质调低一点。
好，我二十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子会卡吗？看一下，我测试一下啊、哦。好像还是会，为什么？好啦，不要吵啦！哎，伯，你很吵，我在调东西啦，你没看到我在忙啊、喔？哎，伯，你卖差，我在无用。等一下，我降低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用，确定。安安，刚来的安安哦。哎，我的，卖差啦，我的没赢啦。好像还是维卡、欸。不知道你的内心境。好啦，等一下啦。不行呢、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卡？喂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卡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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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在卡？你在卡什么？我的游戏不会卡，直播OBS 看到画面不会卡，但是到 NONO 上面会卡。哦，你不在那边不是吗？嗯，你不是回家了？我还没回家，我还在那个啊。那你怎么会卡？不知道，重点是我个自己的游戏画面没有卡 ，OBS 上面也没有卡，但是到 NONO 平台上面看的时候是卡的。这样不就是网络问题了吗？我还降，我已经降了啊！为什么怎么会卡成这样？真的是很崩溃耶！对呀、啊，这样子呢？哦，有个盾牌是克制强化的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子还会卡吗？我又降速，我又降那个了。嗯，降那个输出了，看一下会不会顺一点。赶快！哦，好像又好一点。没有，不，我的错觉。好啦，哎不，你卖差啦，我在调东西啦。OK， 画面跳2000看看。哇，以前的魔物都要再打一轮呢。忘记戴耳机出门了 ，QQ 不 Q 不 Q。不 Q 不 Q， 你可以看我们的画面，虽然画面现在是卡的。好像有好一点吗？好像有好一点吗？算了，就这样的啦。我已经。